日本牛郎界帝王罗兰日前来台出席活动，而 YouTuber 阿汉当晚也在同一现场，事后便晒出合照po文笑说决定带回家过夜，更以 Hashtag 强调不是蜡像。两人都穿上帅气西装，但罗兰的一头金发直接散发帝王级气场，让网友看了纷纷直呼罗兰到哪都自带光芒。世纪合照截至目前已经突破10万人按赞，行程满档的罗兰也不时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台北之旅，其中他更 PO 出与台之源的合照，透露参加了木曜四超玩节目录影，并用中文写下他看起来很可怕，但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他和我一样风趣，所以如果他立志当牛郎，相信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牛郎，可以成为日本第二的牛郎。当然排名第一是罗兰，贴文一出也笑翻不少网友，只能说罗兰太幽默啦。